那边朋友，你们是在等今天的哪位歌手是吗？因为这边的朋友还不错，谢谢你们，因为他们刚刚都有，哎，谢啦谢啦谢啦。台中朋友很帅气，我刚刚他们说谢谢，他们也是用一种很帅气的方式回应，我就没啦，没啊，没啦，懂了，先快待机。这左边的朋友，左边的朋友，我们要不要练习一下这个关于热情这件事？我们来一次啊，左边的朋友，中间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台中的朋友。对嘛，这样比较像是对不对灯会的感觉，刚刚大家好像在听演讲是不是？我刚刚原本就是很开啊唱唱，然后看到大家蛮冷静，我就默默就想要立正。好，今天的节目也快要到一个尾声，然后接下来明先生还有非常多的活动要跟大家见面，然后在我们的 Facebook 也会告诉大家，然后接下来是一首慢歌，如果你害怕等一下呢因为你对于歌的不熟悉导致你不知道做什么的话，你可以把手机拿起来，把你的手电筒打开来，这样子我们这边也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灯会，好不好？ Hello 送给你们。别给自己太多脆弱的时间，再多去浪费，趁还醒着就别急着睡，再给自己更多活着的纪念。会唱的不要唱给大家听，再待在原地傻傻的排队，如果在未来的只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要得到更多理想的世界，如果你也曾想象它的美，记得说 hello hello，到了他的美，替我
那开口，你低着头，在茫然中摸索。手借我，反方向的错过，没有出口，视线不停的念。现实中的对错。